月中完成这一个所有的这一个买屋卖屋搬家，这个可以说是一个神迹。我想这是神赐给我的怜悯和恩惠。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神的荣耀，这是神原先希望人都拥有的，但由于人的堕落而失去了。所以我深信，认罪信主使人得救，才能重获神的荣耀。罗马书第六章讲到，信徒向罪而死，向神活着，也就是向罪死，在基督里活。岂不知我们在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受洗归入他的死。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真是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式样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正如我们借着出生与亚当联合一样，在我们先祖亚当里面，我们犯罪，我们堕落。同样的，我们借着如今，我借着洗礼已经与基督同死，又同复活，一举一动有新生的式样，一切的荣耀归于主。为了要顺从主的命令，我愿圣灵常住我心，做我的主，带领我走该走的路，作为我随时的帮助和依靠。这是在受洗。